别本就起来。别起啊。男生。你是一坛之主，送你什么宇文西寒？送你就行。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自然是春妖放了我。你骗人！我在南渊被你们重创，若不是我跑得快，我现在就又变成一团气了，还不是因为你。从头到尾，我爱的人唯他而已。你可知道，我心上的人也不一定一身而平。